是锤克，今天是荷兰的狂欢节，等下会带大家看这边有游行，然后是1:33开始。那我们刚刚先到了，我们先买了一个薯条，超好吃的薯条。哎、欸，这间薯条店排超多人，你看后面，哎、欸，薯条店站在就是正后方，超多人的。现在还是排很多人。然后就是如果你没有装扮的话也没关系，那你可以买个花圈就好。对，像我就是直接带一个花圈。那我们走吧，去看。哪边还有其他 cosplay 的人？对，我们去寻找 cosplay 的人。哇，真快乐！好热，好热。热血的烈焰，热血的暴力，热血的呼喊，的一个闹钟。Next to the moon, next to the stars, the blue. Goed van ver, ik had mijn hand met zijn kom. En met de hand in de vest op de stoel.现在在 Vetov 广场，那这是我们上次没办法进来的地方。哇，好多人哦！我去看看吧。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这个被挂起的人偶是狂欢节的吉祥物，叫做蔬菜婆婆。她会在狂欢节的第一天被悬挂在杆子上，而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会被缓缓的降下，代表狂欢节的结束。It's all right. Look, it's so good, so much, it's all good, it's all good.
好吃吗？还不错。不过我吃很麻烦，要把胡子摘下来。这样可爱的，很像个猫咪，很像猫咪胡子。因为吃的时候巧克力会沾到胡子，超麻烦。那我不知道这个毛到底能不能吃。当然不能。对。好，我们在那个怎么找到附近的一间咖啡厅稍作休息，然后我们这个位置点还不错，就是直接面窗外，然后就可以直接欣赏现在正在进行的游行 ，Carnival 的游行，对。啊，不错，就边休息边喝咖啡，然后在室内也很温暖，然后再看室外游行还不错。那你觉得台湾看游行跟台湾就差在哪里？台湾想得到有机游行？台湾哦，台湾好小型哦，而且台湾的游行大概顶多十分钟就结束了吧，是不是啊？10到20分钟之内都会弄到一两小时。就是台湾很快就，而且台湾的当然创意性就没有那么多，而且应该是台湾。就像台湾人民啊，当地人民的踊跃性也不会那么高。这边游行就是会很疯狂。这边游行是当地的居民，也不止当地居民，可能还会吸引很多其他可能外县市的一些居民来到这边朝圣，然后每个人就会精心打扮，然后就真的是很踊跃的参加这样。然后这个游行搞到就是真的是一整天，我看大概24小时都在游行吧，我也不知道，就大家都在狂欢，然后每一家店就是每一家酒吧、餐厅啊，他们。就是每家店都有活动，你感受得到当地的踊跃度非常高，对啊，参与度很高啦，对，参与度很高。那台湾像台湾可能就比较没有，台湾可能比较害羞保守，就是看看就好。如果之后有机会来荷兰参加这个 Carnival 的话，就一定要来。然后好像它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好像是南荷兰。马赛克好像都是交通特别盛大。啊，马赛克特别盛大，对对对，真的马赛克特别盛大。那白天的夜店。对，广场夜店，对，店没有错。然后大家人手一杯啤酒，对，人手一杯啤酒。那我们就慢慢喝咖啡。那今天我们喝完就回去喽，拜拜。对啊，拜喽，拜拜，拜。